Thank you.
在今年的半年期中，也有一个节目发生在赛博朋克风的都市背景之下，它就是铁心博弈，人与 AI 智能的终极对抗，亲情和大义的艰难抉择。这一次由互动视频中的你来选择，是进是退，是生存还是逝去。尽在1月24日晚上7:30，哔哩哔哩拜年季，给你好看。